外面什么家庭啊？你听见了吗，妈？不是我不生哈，是你儿子自己不要的。婆婆又打电话催三胎。还没，快！怎么打电话了？我做饭呢，我不接你接吧。哪个妈呀？你妈！我不接，我得做饭呢。你接。你快点个接。我不接。肯定是咱妈问三胎的事儿，是你不同意，快你接，我不接。我没要钱，你收的钱。你不同意，那我接了，我说生。不行。那你接，你快点个。他打了好几个了，我刚才看未接来电有两个了，已经，快点接。我接了。你不同意，反正你好好跟他说，反正我都无所谓。不要生的是你，你肯定跟他说吧，省得他老天天给我这，为什么不给你打电话？老唠叨我，你快点接。接啊！他那无敌连环 call， 你今天晚上不接，他一直打。去，我接。接，我接了啊！你快点个接，你不接他今天晚上他一直打。哎妈，你打什么用啊？我做饭呢，你等一会儿打不行吗？打了好几个了，有什么事吗？还有什么事儿啊？他肯定是问三胎，他肯定看视频了。三胎啊，三胎你管这什么？我们这事不用你管啊。哎呀，他是奶奶，他不管，他还想要。你别说话，要不你说，你接。我不说。什么给钱了？给钱也没用，给钱了。老大韩雨欣你看了吗？老二一秒你看了吗？前两个都没看，你第三个能看？谁信啊？不要打电话了，你的钱没给我，跟我说的说不着，跟我说的是干嘛？你儿媳妇让他自己生吧，反正我是不生。我爸要来，我爸来我也不生哈。你说谁来白搭？你们俩来要来做工作，再怎么做我也不生哈。我们什么家庭啊？你听见了吗，妈？不是我不生哈，是你儿子自己不要的。以后可别管我说光收钱不干事儿，反正都是你儿子的问题。对啊，跟他说吧。就是我。反正钱我收了，我花完了。你们两个接下来的你们两个的事情还怎么弄？不是。你不别墨迹了，什么家庭你不知道吗？现在有两个多好啊，一儿一女了，一个孙子一个孙女了，你还想要什么？哎，这老人还有嫌多的。行了，别跟我说了，这不定改天我把钱取了那三万块给你，挂了。怎么了？催生，怎么我说了我同意生，你不同意生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再打我那个小贱人？你这种事以后再不跟我商量，你有钱还，你还，我可没钱还。我跟你说，要不然三万块钱我是一分钱我都不带套的，你听见没有？你吃不吃饭？生孩子生饱了你。你们俩都吃饱了。可心，好不好吃啊？大鸡柳，好吃。韩雨辰，再挤不眼就不要看了哈。妈妈再给你生个小妹妹好不好？妈妈怎么没有番茄酱？没有番茄酱，再让爸爸给你挤一点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给你生一个小妹妹好不好？好。韩雨辰，你要个弟弟，要个妹妹的。啊，不要，完，可心哥哥不要怎么办？啊，可心，你还想要吗？到时候要了有个弟弟有个妹妹，你要照顾他们了，给他们洗脸洗手，还得喂他们饭吃，行不行？那他们这么小也不会吃饭。长大了你喂啊，你要给他们洗袜子。洗衣服。那我闻到饭是带臭味，就想吐，想在电影成本一样。你个小懒样。媳妇儿，趴着别说了。我给你姑娘给你儿子上思想政治课。人家都不同意，韩雨辰也不同意啊。行了，可心也不同意啊。打住了吧，这事别提了。改天我取出来把三万钱还回去。改天，你有那么多吗？凑凑，哎呀，凑凑，看来还真有。走，现在就去，现在把钱取出来。去啊！刮死我了你。